翻开历史的画卷，在地处黄河之滨的河南省文县，一项影响全世界的健身运动就诞生在这里，这就是陈氏太极拳。清初太极拳鼻祖陈王庭创编太极拳以来，太极拳就以其独特的技击与健身功能，在技击与强身健体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陈氏太极拳有陈氏老架、陈氏新架之分。近代流传的陈氏太极拳一路和二路，第一路动分静合，不断变化，体现出柔缠中显柔缓稳的特色。太极拳是东方体育文化的一块瑰宝，是中华武坛的一支艳丽的奇葩。300多年来，经过历代宗师的发扬光大，繁衍出陈、杨、武、吴、孙等不同风格的套路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太极拳那集技击、健身、意志和修性于一体的运动方式，蕴藏着东方哲学韵味的深刻内涵，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中外人士所认识，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喜爱，其影响遍及世界。陈小旺，男，生于1946年，河南省温县陈家沟人，曾任河南省体委省武术馆副馆长。自7岁开始从祖父陈发科、父亲陈兆旭习练家传陈氏太极拳，后师承伯父陈兆培、叔父陈兆奎深造，精研陈氏太极拳老架、新架各种功法及助班器械，功底深厚，技艺精湛，有擅长推手、技击和擒拿格斗，为陈氏太极拳第11代嫡宗传人。1980年至1982年，参加全国武术太极拳比赛，连续3年获金牌。1985年。代表中国队在西安首届国际武术邀请赛中获太极拳冠军，同年出访日本并受海外各国邀请授意。1988年获得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颁发的武术贡献奖，参加过太极神功、神盖、陈氏太极拳等影片的拍摄工作，著有《世传陈氏太极拳》《陈氏38式太极拳》等书。1990年移居澳大利亚，巡回交拳于亚美澳各州诸国，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。1994年被温县第3届国际太极拳年会评为太极拳大师，是当代名扬国际的太极拳名家。Thank you.
据唐考考证，太极拳为明末清初河南温县陈家沟陈王庭所创，多数拳家亦以现传各式太极拳均源出陈氏太极拳而持陈王庭创拳说。陈王庭晚年在祖传拳术和多年研究民间武术的基础上，将河图洛书之太极阴阳八卦学说与导引吐纳及中医经络学说相结合，创编出一种阴阳开合、虚实转换、刚柔相济、快慢相间、老少咸宜的拳术。陈氏太极拳行驾一路，属陈王庭后代陈长兴传统老驾系列，由十七世祖陈发科大师所创。其特点是架势宽大，低沉稳重，拳架以棚捋几按四正手的运用为主，以采裂肘靠四余手的运用为辅，一动无有不动，一静百合相随，以柔化劲为主，发劲为辅，柔中遇刚，力求柔顺，外形以柔缓稳为主，急刚跳跃为辅，运劲时处处运用螺旋劲，要求以身临手，以腰为轴，旋腕转棒，旋腰转棘，弹性更加明显，动作比较复杂。
Thank you.
第一式预备式。立身中正，左脚跟抬起，向左开一步，与肩同宽，气沉丹田。第二式金刚倒堆。双手缓缓抬起，与肩同宽，双手随身体下沉，落于腹前。身体微左转，左掌旋掌外旋，右掌内旋，随身运至与左肩平，身体右转，右脚尖外摆，左掌内旋，右掌外旋，随身体转至与肩平，左脚抬起，向左前45度，左手外旋，右手内旋，左手至左前方，右手右后方，右腿上步至右前方，左手继续上领，然后双手相合于右胸前，双手随重心下沉至腹前，右膝提起与腹平，右手握拳，屈肘上抬至肩高，左手掌心向上与腹前，右脚正脚落地，右拳落于左掌心。第三式懒扎衣。
身体微右转，左手外旋，右手内旋，后双手内旋运至右前方，身体左转，双掌内旋运至腹前，右拳变掌，双手上抬，左手立掌于身体左侧，右手立掌于左胸前，身体左转，双掌外旋，左手滑至左下方，右手滑至右上方，右腿向右侧开一大步，双手交叉于体前，身体左转，左手内旋至于左腰间，右手外旋向上滑弧至体右侧，第四式六风四臂。身体右转，左手外旋，右手内旋，收于腹前交叉，重心右移，双手至右上方，双手向下滑弧运至体前与肩平，身体右转，双手上合至两耳旁，左腿收回至身体左侧，双手下按于身体右侧。第五式单鞭。身体右转，双手内旋，左掌前伸，右掌里合，同时右掌变勾，上提略高于肩，身体微左转，左脚向左大开一步，重心左移，左手向上滑弧至左侧与肩平。第六式金刚倒堆。
左手微内旋下滑，右手向下滑弧和左手于身体左侧，身体右转，左手内旋，右手外旋，向上滑弧运至身体右侧，身体左转，左手外旋转，右手内旋，双手向下滑弧运至身体左侧，身体右转，左手内旋，右手外旋，向上滑弧运至身体右侧，身体微右转，左手外旋，右手内旋，左手至左前方，右手至右后方，右脚上部至右前方，左手继续上拧，然后双手相合于右胸前，双手随重心下沉至腹前，右膝抬起，右手握拳，曲肘上抬至肩高，右脚正脚落地，右拳落于左掌心口。第七式，白鹤亮翅。身体微右转，两手左外右内旋后，内旋至右前方，身体左转，两手内旋移至腹前，两手变掌上抬，身体微左转，两手外旋，左下右上滑弧分开，手右腿向右前45度大开一步，两手左上右下滑弧交叉，身体左转，收左腿于体侧，两手外旋，左下右上滑弧线拉开，右掌内旋上拧，左掌外旋下沉。第八式，斜行奥步。身体右转，左掌向上滑弧，曲臂立掌于左胸前，右掌下按于右胯旁，抬左腿向左侧45度大开一步，右掌内旋上抬，再外旋至与肩平，身体微右转，身体下沉，左掌外旋向下滑弧于左膝上方，右掌曲臂置于右耳根，重心移至左腿，左掌变勾手，提至于左肩平，右掌经左臂内侧滑弧线拉开。第九式，出收。
两臂上提，合至体前上方，掌心向外，两掌外分，向下滑弧，合至左膝上方，重心移至右腿，左膝上提，两掌外旋，收于腹前，两掌快速经左膝上方向下发力。第十式前堂奥步，两手向右下方滑弧，运行至身体右侧与肩平，左脚向前迈步，两掌里旋，右掌与左手交叉于体前，右脚提起向右后方45度大开一步，重心右移动，两手外旋转，两臂向上滑弧，分至身体两侧前。第十一式斜行奥步，左掌外旋，右掌内旋，向左运行至身体左侧，身体右转，收左腿，并向左前方45度大开一步，左掌外旋，右掌屈臂置于右耳根，重心移至左腿，左掌变勾手提至于左肩平，右掌经左臂内侧滑弧线拉开。第十二式，再收。两臂上提，合至体前上方。两掌外分向下滑弧，合至左膝上方，两掌外旋，掌心向下收于腹前，左膝上提，